是一般他们已经清洁后的，应该擦起来会就是这样棕棕黄黄的。但是这个柜子下面，所以就是他们讲的很多这种砂石啊。然后我那时候洗抹布的时候就洗得很累，所以我才会决定要找就是装潢后洗清，真的差蛮多的。如果我自己再擦，要擦到什么时候啊？拖把也洗不完。还好我只留在这边，不然真的我会打扫到疯掉。今年我们在台湾购入了42年老宅。在各位专业的师傅们的协助下，3个月内顺利结束工程。屋主的我们也不停蹄的制作家具，完成软装，也在女儿新学期开始前完成这一切。我目前进入了搬入倒数5天，玻璃还没装，这片玻璃还没有进来，明天会进来。然后剩这个外拍，然后还有帮我们装监视器，就外面的工程就结束了。那我们自己做的就是把里面屋内的家具啊什么全部做好。我们没有请木工，木工就是做成自己。我们礼拜五要搬进来，礼拜四我请 Hoho，是之前帮我们清理床垫的，因为我看他们有那个装修后的清洁。那只是因为我们有呈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自己来做装修，所以我们会每来一趟就会搬一些东西进来，所以也不会是像一般装修过后这样全空。等一下他们工作人员会先来勘察一下，实际上就是他们清洁到底要怎么安排。那我就等他们等一下工作人员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巡好了，就是在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到呈现什么样的状况。请进，请进。你说在 Alice 吗？对。哎呦，我们 我自己也觉得汗颜。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自己做装修，所以下面木屑什么的，那如果一楼你们放弃，放弃的话，我们就一住楼到是可以，现在大概是希望是23这样子。哦，好，那不然我们去23楼吧。好啊。这一层倒是这个就好处理，因为那边还有，那边那这些空的平面，我们就是帮您带过，但是我们不去做移动。OK，这边主要都是尘啦，对，我通房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到时候来听的话，像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可以移动的状况，我们刚把这边清起来之后，把东西移动过去。OK，对，那地面上我们就可以帮您做大致上的清理。OK，好。对，然后再是窗户的部分。OK，对，那还有2间厕所。对。引っ越しに来た1日目です。はい、引っ越しなんとか終わりましたね。元々は搬入前の予定だったんだけど、で台風が来て、できなかった。汚いし、物も多いし、これは業者さんがきれいにできるでしょうか。まあ床がきれいにしてくれるならありがたいね。そうだね。猫がいるから。まあその工事の粉とか雨の汚れとかね、めっちゃ汚れちゃったから、床がきれいになってくれれば。チームも来た。チーム到着しました。你们今天来了几个人啊？今天来加五个人。所以你也会下去扫吗？我今天是负责就是盯现场，对，从3、2、1这样。对，10点，对，然后我们预估大概5点前应该会结束吧。后天都会是一天吗？大概都会抓一天，然后如果是大概60、70平以上，或到80平以上，大概会有时候会分到2天。空间可能它的柜体啊，或是它的清洁项目比较多，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分到2天左右去做清洁。はい、私です。私がやりました。すいません、私です。これつけるときにやっちゃいました。めっちゃ汚い。これ気使ったんだけど汚れちゃうよね。そうだね。ヤスリみたいな。紙ヤスリぐらい。なんかめっちゃ汚くなってるね。そう。酸化あんま入ってないのに、やっぱ工事とか入ると。
来たね。やべえよ。これはこれは1日かかるわ。自分でやったら週間ぐらいかかる。そうだね。てかやる気が起きない。無理。住め場所があればいいやって。心折れるやつ。これ全部で自分でやるとしたら。これはちゃんと保護してなかった人が悪い。したよ保護。してもこうなるんだ。じゃあクリルを。これもペンキでしょだから。うん。お左官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ったやり方だと。こうやって取ん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よ。うわー。うわー。まあこうなるよね工事入って。俺の木くずか。そうだよ。家の中でやったから。しょうがない。いやこのシールのさ、うん、ネバネバアンジ、うん、これ取れないじゃんかな。プロ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いけんの？这种。对。应该比较你们判断比较上面比较多东西比较危险，就不要就可以不用硬去搬它。好。好对，就是以平面对你们离开的那个对对，你们好事做为主。然后小朋友的房间就是表面的擦拭，因为它已经都定位了，所以只能稍微移开，然后表面擦拭。好，这张是我们的服务签收单，然后就是我们会在刚到客户家的时候会让客户做确认，就是我们家中的贵重物品或是你的隐私物或是你的机密文件是不是都有安全的放置跟上锁、okay. 那如果确认之后我们才会开始进行我们的服务。 OK そのガラスのほらめちゃ拭いてる。シュッシュッシュッってやって拭くだけか。あ、外してこの中の方とかも全部やってくれる。あとでここも拭くみたいなやろは。あ、マジで。ありがて。止まっちゃってるわ。ほらー。这个地方会有，一定有，原本有三个洞。まあ、跟他们搬家的时候一样，就是都会先告知。对对对对对。有什么给息？哦，来送送奖金。所以你自己在家还会用这些道具请家里吗？会哈，变习惯是不是？对。它是一字，啊啊哦，都可以啦。其实我以为是什么特殊道具。没有没有，就是可以勾到里面的一些缝隙都可以。哦。可是要小心啊，有时候没用好会划伤。刮的。对，会划伤。トイレ、私たち全然掃除してない。ほぼ使ってないけど。めちゃホコリだろ。はあ。ピカピカ。一玻璃刷干净就会蛮亮。一些会比较。我知道这个还没用好。对，就是直接装上来而已，我们自己都完全没擦过。这间厕所的窗框应该也是蛮惊人的。嗯。这种老门窗户都会有这种状况吧？这个是42年的这个窗户，对，这个就是已经是算成人的伤痕。那我们待会我会先把初步面表面的灰尘先擦掉，之后再用药剂下去，看能不能把它带起来。对，它这个是吸力有特别强吗？对，吸力比较强，然后它是。可以比较吸那种就是材质比较硬的这种装潢哦，你说那孔骨力那种碎屑。对对 对, 對，碎屑。但因为一般的吸尘器为什么不能使用，是因为它只能吸一般我们家用的灰尘或是棉屑这样而已、哦、所以它其实比较也很容易坏掉。如果你用一般的去做，就会变成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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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你可能机器很快就会损坏。我有发觉自己吸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还是雾雾粉粉的。哦，对对对，因为它毕竟第一个是吸力有限，然后第二个是这一些装潢的材质它都比较硬、哦、那它可能本身你就算真的吸完一轮还是要用那个湿抹布或者把它擦一擦。哦，我自己擦，然后那个抹布洗出来那个石头挤不完。对对对对，那个颗粒砂石啊，因为这种孔骨粒的砂石
结果抹布洗超久的。对，所以自己擦的话，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对，还是要交给专业团队这边去做。他们第一个是时间会比较快速嘛，然后第二个是说清洁效果也会比自己清理动手差很多这样。真的，等一下期待。めっちゃ綺麗になったね。さっきめっちゃ汚い階段が。ほこりはチェックして。どう？まだある。それ模様です。あ。あ、全部綺麗になった。最高だわ、コンコン。清潔完毕、猫猫们顺利入住。OK、地板是便当了。那、我们的楼梯原本看到最脏的那个还有清掉，这种都是焊接的痕迹。然后再来柜子啊，那时候都请他们就是可以不用移开，因为我想说这下面空的，我们那时候先随便放定位，我自己查得到，那他们可以不用移开来，所以他们帮我们清的是这边其他没有柜体的地方。顶多你插起来再怎样，也就是变得一般加正常会有，顶多就是灰灰棕棕的这样。我换湿纸巾擦应该会比较明显，就是这边是一般他们已经清洁后的，应该擦起来会就是这样棕棕黄黄的。但是这个柜子下面，呀，所以就是他们讲的很多这种砂石啊。啊，我那时候洗抹布的时候就洗得很累，所以我才会决定要找就是装潢后洗巾，真的差蛮多的。如果我自己在擦，要擦到什么时候啊？拖把也洗不完。还好我只留在这边，不然真的我会打扫到疯掉。哎，然后接着是一楼一个窗户这边。那个佐藤说胶可能不会掉的，胶也掉了。带你们看一楼地板，原本都是木屑什么的嘛。这几天佐藤也有在工作，但是地板相对已经干净很多了，恢复到正常自己有办法清洁的状态。实际上去扫的话，一楼应该会是最多水泥块跟红砖块，因为还有留那种砖墙在那边，所以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也有时候钱该花的还是得花，不要剧透太多家里现在的状况，我们还是在陆续改造中。实际入住的感想跟后续变化，就再麻烦大家继续看下去啦。那最后大家也会在意装潢细清过后的价格，我也会在后面送上表格让大家参考哦。拜拜。